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等你同你嘅屋企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嘅人生。Hello， 医生你好。系 ，Della 好，大家好。今日咧就请你继续同我哋分享一系列咧，儿童咧成长嘅时候常遇到一啲嘅毛病啦，咁点样可以用同类疗法咧去处理？咁我哋今日不如讲下咧小朋友咧嗰个辐射嘅问题啦。系啦，咁辐射咧，相信都系即系常遇到嘅问题之一嚟嘅。咁我哋有几只简单嘅疗剂啦，可以应用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嗰个乌头啦 ，Aconitum napellus 系勾乌头。咁通常咧呢个辐射嘅系突然之间出现啦，咁同埋咧系咧系因为受寒，因为冻风干冻风，咁即系试一试个身体，跟住佢就突然之间出现啊。咁呢个咧就系嗰、那个Aconitum。嗰、那个乌头嗰个正型嘅辐射嚟啦，好啦，咁跟住另外一只咧就 chamomile 啦，咁 chamomile 咧通常咧辐射咧可能同嗰个出牙仔有关，咁同埋嗰啲粪便屙出嚟系绿绿嘅，啊咁 B B 系比较敏感啊，好难即系好难臭，即系好难氹嗰种咁吓，咁就 chamomile 啦，咁大家可能听我哋节目多咧，都开始慢慢地都知道噶啦，每个疗剂嘅嗰个正型啊重心，好啦，跟住咧就系 nux vomica 马钱子啦。咁马钱子通常咧系食滞咗啊，食得太多啊咁样，咁个梗系觉得好唔舒服噶咁样，咁当然啦，唔舒服嗰时候嗰个情绪咧都系比较敏敏震震噶啦吓，咁呢个就马钱子多数食得过分，食滞咗嘅，好啦，跟住就 colocynthus 个苦瓜吓，个苦瓜飘西即系苦瓜嗰、那个，咁通常咧都系你有绞痛，记住啊。苦瓜通常咧就唔系净系吐泻咁简单，佢有时咧系腹痛喺度绞痛嗰种感觉，嘅人就挛低嗰种咁嘅感觉噶啦。好啦，跟住就 podophyllum peltatum 个竹叶草 podophyllum， 咁呢个通常咧啲 B B 仔咧都系食咗嘢饮咗嘢之后咧可能咧就冲凉都会出现嘅。咁我呢个咧我比较常用噶，通过 podophyllum 嗰啲粪便咧通常比较黄啲嘅。啊，即系黄黄啡啡咁样比较，咁同又冇乜特别痛症，啊，冇乜情绪嘅症状嘅，啊，我曾经所介绍嗰啲唔多唔少有啲情绪嘅症状，有啲好特别嘅，但 podophyllum 通常都系冇乜嘅，啊，即系咁样，咁通常比较分别比较黄啊咁样，好啦，咁跟住咧就系白蛇根啦 ，brownie album 啦，咁白蛇根咧通常可能食咗啲水果比较酸嘅水果啦，或者饮咗啲冻水啊咁样，咁白蛇根嘅症状咧就唔想喐，记住啊。白蛇根咧系唔想喐嘅，佢唔舒服嗰阵时候咧唔想喐嘅，你喐多少少咧就会屙得仲犀利噶啦。好啊，咁样样咧就多谢袁医生同我哋分享咗呢啲疗剂啦。咁咧小朋友啊，系啊，个成长嘅时候咧都会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啊，呢个腹痛啊，都好多时都会噶。咁头先即系一开始嘅时候，我哋都介绍过啦。咁呢啲疗剂咧，其实唔系净系放细路仔嘅，如果大人遇到有呢啲嘅情况咧，都可以照用嘅咁样样吓。咁咧所以咧就呢啲问题啊，家中咧。大人細路都可能會遇到嘅，咁所以一定常備咗啲療劑喺度咧，咁就可以即刻達到有備無患、及早治療嗰個嘅情況啦。多謝袁醫生同我哋嘅分享。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問題，可以打以下呢個電話同袁醫生預約會診，電話號碼係25773798。想查询翻头先提及過嘅療劑或者其他健康產品，可以聯絡六創意健康店。电话号码是2882-4848，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 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想重温翻我哋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3w.soulce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唔该晒你，余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